姉さん、私もね、一緒に香港に行くわ。もう切符買っちゃったね。じいちゃんは悪い子ね。姉さんは今度ゲストスターなんだから。じいちゃんは分かってますよ。おとなしくしなさいと言うんでしょ。大丈夫。各位大家问完嘢，请随便影下相吓。帮你埋边，慢啲小姐，点解你啲广东话讲得咁流利嘅？因为我喺香港有好多朋友。系咪你男朋友教你噶？同万里小姐嘅妹妹影下相。随便影相吓。喺呢边，唔该。差得埋。嗨，万里小姐你好，我系姚真志。我系闪闪星星 M 一百嘅主持，希望你同观众讲下嘢。胡豆，胡豆，胡豆，胡豆。啊，星。系，唱得好唔好啊？是歌词。Number, you know? 老婆。啊，老婆。You, me, party? 嗯 ？Number, 即系靠女咁计。哦，原来你啲广东话讲得咁好嘅。You, me, okay? Number? 啊 ？Number? 啊 ？Shake you, okay? 大咩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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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mela， 大咩 for you？ 啊？喂，你嚟睇下嗰边。Hey, you like the Japanese girl? I like all pretty girls. How about me?麻里小姐，你识唔识正话嗰个男人啊？佢个名叫做赵子龙，佢系香港最后生最有钱嘅男人嚟嘅，我哋个个都叫佢做 Superman 嘅。你同佢好熟咩？麻麻地啦。本当に悪い子ね。今度からどこにも連れて行かないから結構よ。はい。こんばんは。フェスンドです。
私はアラレイちゃん、仲良くしましょうね。今日辛苦晒啊！曼丽小姐，我同你介绍啊，呢位系全香港最有魅力嘅体育家。系。呢位程斌先生 ，Charlie 啊，曼丽小姐佢啲广东话讲得很好嘅，你唔怕鸡同鸭讲啦。我啲日文都唔错嘅，我算是 politics。咁多位隨便啦，我哋攞啦，攞嚟啊！請呢邊，唔該。喂，咁耐冇見，同我哋啲觀眾傾下偈啊！好啊，想問啲乜嘢？萬里嚟香港都唔俾個電話我嘅。依个唔系我拉住 Charlie， 边有咁啱督到？唔系督到，系遇到啊！搭咗三年啊，你大个女又靓咗，唔系香港 boy handle。boy handle， 唉，我啲日文讲极都唔正嘅，今晚请你哋食饭，慢慢再教我 ，OK？ OK， 冇问题。多谢啦，我想多啲时间休息，送我哋翻去先。系啦，叻生。OK OK， 下次先。再送我哋四双去啦，再见。再见。上嚟倾偈啦，第个 friend 度。去。系。
拜拜。几时有时间嚟我吸玩 ？OK。OK。拜拜。日本红歌星山崎万里小姐已经是第四次嚟香港噶啦。她今次除了应邀出席新秀歌谣大赏的嘉宾之外，在今日下午她还替世界溜冰场剪彩开幕。哇，新の着物着て。我哋一齐听下当时的情况。ねえ、姉さん、姉さんとチャリと知り合ったのは3年前のことね。どうしてそれ気になっちゃったの？チャリ素敵ね、ハンサムで優しくて。もうね、私全部反電波。チリちゃん、電波はチャリがもこん。在男在女在 say goodbye。嫂爹，佢冇教埋你？嗯。哇！哦，好嘢！好嘢喎 ！Good shot。你打波定系打人啊？游戏谈啊？嗯？佢啊，喺日本有名纯情圣子，好难搞噶。Francis 教系逢女沟太郎啦。嗯？我啲英文、意大利文、法文勉强都可以搞得掂，但系日文呢，我麻麻地啫喎。而且佢系污泥中的纯情。咧，旧年啫嘛，法国嗰个布兰迪老板话要请佢去法国玩，佢都推咗。佢喺日本系阿姐级人马嚟噶，真材实料，纯艺术型，曾经放弃一切，傻傻地。人人都叫我做超人，因为我系无所不能嘅。如果咁容易就办得到嘅，对我嚟讲仲有咩挑战性？冇错啦，呢啲叫做偏向釜山行啊嘛。个波我就 miss 咗啦，沟女仔啦，我永冇 miss 嘅。right？ 咪事咪事，我系姚珍珠啊，我哋而家 disco 玩啫嘛。喂，点啊？你都落嚟同埋我哋一齐玩，饮杯嘢。Disco， 你太客气啦，我唔系好习惯 disco。系，对唔住啊，我听朝仲有 rehearsal， 第二晚先。系，系，多谢晒 Yusa。どうして断ったの？そんなに行きたいな。比べてみたいのよ、東京のディスコと。前にも言ったでしょ。
你睇下嗰边，埋你个妹。系喎，单拖啊。Hello， 认唔得我啊？Yes 啊，你姐姐咧？唔教。不如 join 埋我哋一齐玩啦。嚟啊。OK，Come on。 冇呃佢哋噶。今晚嘅主角Peter仔，新鮮揾到嘅堅料嚟噶。Peter 仔今晚生日，我哋個個都信曬佢。係咪先？呢位係山崎萬里嘅妹，山崎千里。 Miss Phil， 坐啦。 咪住，等我俾啲嘢大家睇下啦。嗱，Peter仔，今晚啊，咁晚，你以为自己好劲嘅？嗯，得把口。系啊嘛，边个唔知我 Peter 仔叫劲之力？我头大有脑，心口有毛，嘟嘢冇鼻窿，腰力、脚力、手力、周身都有力。 唔使靠藥物㗎，上次我日本同兩個日本妹玩咗成晚啊，第二朝早起身，佢哋齊在向我鞠躬話，鞠躬落實啊。咁即係點解？辛苦晒啦。係咁真係有多多指教。乜你識講廣東話啊？冇啊冇啊，我話同佢跳咗成晚舞咋。佢話自己係香港舞王嚟嘅。喂，咁啊出去表演下啦。多謝。 真系劲，嗱，劲之嚟，同埋饮杯，冇人住。 咩嚟噶？怕咩啫？好似娱乐果子园咁样，怕火嘅。一定要一啖饮晒。嗱，饮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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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定要为国争光嘅好啊！入嚟啊！快啲啊！
嘅女未試過咧，係咪？你怕醜啊？係咪啊？我要骑马。点啊？有得佢瞓下，我哋去烧嘢先啦。哦，啊啊！我要骑马。做咩啊？喂！切切！唔使紧张，佢嗨咗啫。切！我要骑马。点啊？冇事嘅。切！要骑马。Charlie， 点解咁嘅？冇咁多啦，扶佢入房瞓低先啦。我要骑马。千惠冇咩事嘅，我头先翻 Health Club 网嘢咧，就见到佢喺度。切爷真系，我以为佢喺 disco 嗰度玩。千惠一向都系咁贪玩噶啦，佢而家大个女噶啦，你估仲系三年前嗰啲靓妹仔咩？所以我只担心。担心？你担心咩？你系咪担心佢喺香港识到嘅男仔咧？嗯？Charlie， 对唔住，我系冇心。我要骑马，我走先。
收咗。次都系咁，或者系剪定噶啦。好啦，我先走先，我俾电话你。1, 2, 3, 4, 5, 6, 7, 8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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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, 2, 3, 4, 5, 6,
唔该。慢一下。嗯。Four steps to the right, okay? Okay. Try it. Come on. Test one. Two, three, four. One, two, three, four. 慢一下。One, two, three. Hey, Tom. Hey. Test. 同我听电话。好啊。曼妮小姐，我想请你出去食晏。咁啊，我唔知排到几耐。曼妮小姐，程斌先生打电话嚟。嗯，唔该你话俾佢听，我唔得闲。嗯。O K。啊！你哋真系准时喎 ，Money san。Nice to meet you。Nice to meet you。Hey， 老母。Hey。呢个礼拜有冇赚钱啊 ？This is a beautiful horse, Sue Win。系咪真噶？系咁我买重佢啦。Francis 嗰啲马你放心买啦，佢实 try 嘅。哦，呢只马王洪德系 Francis 高价买嘅。Francis 點知揀馬叻啊，騎呢支馬仲叻啊！你真係識講笑。點知佢咧揀人揀馬都係咁醒嘅。唔好講咁多，我走先。靜啱喂，拜拜。嗯，曼妮小姐，請坐。多謝你嗰啲花牌。小意思啫。趙生今次特登買咗四行飛送俾啲夥計捧你場啊。係咩？我送啲飛俾佢哋。可能佢哋做嘢以后会落力好多嘅。你真系好人。唔好意思，我失陪一阵，你哋慢慢倾啊。日本人对赛马兴趣大唔大？冇香港咁疯狂。你自己呢？嗯，麻麻地咧。我都唔系好少玩嘅，曼妮小姐，唔怕冇妹同你讲，我好欣赏你，我希望你唔会拒绝我少少要求。赵生咁客气，有咩请讲？你
你中唔中意嗰只马？我已经向马会登记注册，马主就系你。啊，初神。啊，你唔系话你唔会拒绝我少少嘅要求嘅咩？多谢你。不过我唔可以接受嘅。姚珍珠呢只马咁 fit， 有佢帮你啊，跑山都跑到脚软啦。你唔肯得咁多啦。喂，几时过档？等我练翻两场靓马啦，好啊。你唔中意啊？有咩好嬲啊？呢度有冇人听到？你当我系咩人啊？姚小姐，请你尊重啲，以后唔好再提呢件事。你都傻嘅，个个男人都系咁噶啦，有乜所谓啫？马里小姐，你只马已经报咗名参加礼拜六嘅比赛 ，Jo Win， 唔好唔记得去拉头。唔系我嘅马嚟噶，我已经同你住一拆噶啦。我赵子龙从来唔讲笑。我生契埋你，唔会无端端受人恩惠噶。嗰只畜生仔几多钱？何必介意？你以为有钱就乜都买得到咩？哦，你认为有钱未必乜嘢都买得到咩？我认为有钱就乜嘢都买得到嘅，因为呢个世界上任何嘢都有佢嘅价值。嗱，呢间酒店啊，值二亿咁多，揾你做 show 啦，就要俾40万。如果有人出得起钱啊，我都会为佢打工。你唔使旨意，我会答应你。唔满意可以再倾过。你话你值得几多钱？哼，咁你阿妈值几多钱？你家姐、细妹又值几多钱？上车。姚珍珠专门介绍有名气嘅女人俾啲有钱佬客人都知，估唔到你卒之俾人真正睇中。我哋呢个圈有好多不良分子，我俾你哋香港人嘅印象系咪真系咁啊？边个话噶？香港好多有钱佬都系咁样，就算系美国明星波基小斯，佢哋都系喐得嘅。但系你唔同，你系经过好多次奋斗，同埋放弃一切，先有今日咁嘅地位。
仲成日嚟呢度练波。如果唔系 keep fit 啊，好易老嘅。三年前我记得上次睇你比赛，你哋仲赢咗添。你仲系 keep fit， 我就为唱歌努力。其实我哋都冇停过。你唔觉得攰嘅咩？叔叔，唔该，同我执翻个波啊！唔该，你掟过嚟啊！唔该晒，唔该，拜拜，拜拜。走啦，走啦。做人咁辛苦，其实系为咩？都系为咗嗰两个口，但有啲人唔同啦。佢哋揾多咗钱，就饱暖思淫欲，男人出钱滚女人，个男人戆居，但求一时之快。香港小姐同嗰啲靓妹仔根本冇咩分别。我虽然冇以前咁威。但我想晚晚找个女人陪我 very easy， 但我没兴趣。我要找的是真正喜欢的人，真正喜欢的女人。合同攞翻嚟未啊？未啊！佢写字楼嘅秘书话佢成三个钟头都未见翻个写字楼啊！赵子龙个衰公，今朝同佢食早餐都话冇问题嘅。咁点啊？咁点啊？你净系识玩化妆箱。如果呢次佢唔出面嘅话，边个会同我玩啊？你估班友信我啊？信赵子龙嘅咋？呢次珠宝展览会搞唔成嘅话，我咩 face 都冇晒啦。做电视日头猛做，晚晚都要做，为咩？都系为咗个名啫。同班大粒佬 social 为咩？又系为咗博关系。总之，如果冇咗赵子龙呢个 account 嘅话，咩地产界、工商界、珠宝界，通通都拜拜啊！到时真系要翻入娱乐界，俾大众娱乐啦。我唔理赵子龙系咩深水大鳄，你同我搞掂个日本婆，如果唔系，系咁先。It suits you. Please try over there. 拜拜。Hi. Hi. 同我包起佢。少少意思啫，唔多谢姐男，唔紧要啦，就当我送俾你见面礼。多谢。等阵间去边度玩啊？你有咩好嘅啲啊？一阵你就知，你撞到我算你好彩啦。有冇换衫先？
到啦，呢度好好玩嘅。呢度有咩玩？一、二、三。唔使惊啊，入去啦。山崎曼里小姐是吧？是，你是邊位？
祝你演出成功。曼妮，发生咩事啫？叫佢落去啊！小姐究竟去咗边度啫？去化妆室咪。而家嚟咗后台，等我访问一下其中一位参赛者先。睇下你而家心情点啊？好紧张。刘生，系点啊？等阵有冇车接啲优胜者去丽苑酒店啊？你问 Peter 啦。哦。刘生。Marissa。冇嘢嘛？我冇咩事。仲唔化妆？就快到你啦。OK OK OK。Hey Peter。Hey。啊，系啦，玛丽小姐，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个访问咁呢？迟啲先啦。等佢做完 show 先。咁好啦。気配を取り残された
皆様、こんばんは。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さっきの歌はいかがでしたか？それでは次の歌、さよなら青春、どうぞよろしく。多谢大家。Very good.玛丽小姐，请你讲说话清楚啲。我几时害过你啊？你哋好卑鄙！如果你一早肯合作嘅，就唔使搞出咁多事啦。我去报警告你哋。欢迎，有乜证据啫？呢啲相只不过系片头预告啫。你唔知道自己喺录影带里边系几咁精彩。你想唔想睇下？你讲紧乜嘢？你冷静啲。其实我都系为你好啫。以你今时今日咁嘅地位，如果啲录影带流咗出去，真系唔知有咩后果。你想我点？冇，冇咩想点。不过有人想啫。赵子龙，出边有架车等紧你。曼丽莎，快出嚟啦！佢哋等紧你一齐谢幕啊！对唔住，我唔舒服。佢真系唔舒服啊！唉，咁唔去点得啊？你出去先啦，你同观众讲一声。系啦，去啦。
安排咗訪問佢嘛？即係咁啊，黑板啊，得啦，得啦。喂，我家姐唔見佢啊！唉，仲好講添，爭啲俾你家姐害死啊！又話唔舒服喎，佢連幕都借唔到啊！喂，佢而家喺邊度啊？頭先仲見佢同姚珍珠喺房度嘅，你入去睇下啦，可能仲未走噶。有冇掂我哋？唔敢。算你大命。姚珍珠，喂，阿叔啊，有冇见姚珍珠啊？佢啊，啱啱行去停车场，啱啱行咗去。系啊，去啊。珍珠，你咪做，快车，停车，到嗰边。我去 happy， I say thank you。你系我家姐 ，that girl。呢件事你一定要咩？姚振珠，姚子龙住喺边？快啲讲！讲我啊！浅水湾道十八号，上车。こんばんは。どうぞ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要你喺演唱会赶嚟，唔好意思。
你中意呢张相嘛？俾翻个录影带我。我中意收藏啲靓女嘅相，因为每一次睇到啲相咧，都带嚟美丽嘅回忆。你可唔可以上面同我签翻个名？你仲想点？用唇膏签名，几咁 romantic？ 我个人就系咁，人哋唔乐意做嘅嘢。我亦唔乐意接受。我既然嚟咗，赵子龙，只要你交翻个录影带俾我，你想点就点啦。我想点？你都应该好清楚。为什么不跟我朋友拜拜？不要苦口苦面地当我是你梦中情人，那大家会开心一点。小姐架车喎，乜咁夜啊？姚小姐，咩事啊？我今晚约咗赵生。哦，哈。
该。唔使客气。喂，老细都几犀利喎，一晚两件。唔肯得咁多啦。喂，喺度。你嚟揾边个噶？啊？揾你老细。揾我老细？映らないあなたは